但是我们要怎么想生？相信爸爸妈妈这些孩子都有收到你的心里面，从嚎嚎大哭到亭亭玉立，感谢爸爸妈妈一路的扶持跟支持照顾他们。接下来我想除了爸爸妈妈之外，还有另外一群辛苦的老师。介绍猫熊团队，首先是行政老师王老师、刘明老师、刘勇老师，掌声欢迎他们。乐乐班大李老师、方老师、亮亮老师，还有巧巧班玉璇老师。张老师、小珍老师，再来是七七班苏老师、苏敏老师、易轩老师，掌声鼓励。然后再来是 I 班小李老师、刘军老师、燕如老师。接下来是乖乖班的蒋老师、文明老师、李明老师。好，还有我们的才艺老师、玉珍老师、叶叶老师、李志老师、霍婷老师、蛋黄老师。情感恩礼，孩子长大了，在这个舞台上，还要感谢现场所有的人。首先，他们要感谢的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人——全体毕业生李正。敬礼。谢谢爸爸妈妈。给我们热情掌声，收到了这份感谢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感谢毕业辛苦的教导他们，在面前生气，在人后流泪的老师。全体毕业生向左向右转，行谢师礼，请毕业生去拿花，轻轻的一束花，上面有无数的花瓣，每一个花瓣都代表了每一个感谢。感谢着这段日子以来陪伴着我们在学习的浪道路上，给我们无数的启发。谢谢老师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